Hello， 大家好，我是陆佳。文章的。今天我跟文章呢要来买一台新的相机，因为我们现在拍的这台相机呢已经用了差不多五年了吧。那虽然我们很喜欢这台相机，但是因为它已经开始有点对焦对不准，所以让大家看影片的时候，这个观影感受可能不会那么好。結構ね、焦点合わせるのもね、ポチポチ押さないと焦点合わないんですよ。そう、しかもポチポチしても合わなくなりました。だから今回はね、いいカメラを買って。皆様にもね、いい映像をお届けできるように頑張りたいと思います。然后还有一点是因为我们只有一台相机跟我们两个自己的手机，所以每次都很难拍一些比较近的画面。每次拍影片的时候就要把相机从脚架上面拿下来再装上去，拿下来装上去，真的很麻烦。所以想说，趁这一次就买一台新的相机。普通のメイン機とあとサブ機二台あった方がいいかなと思いまして、今回買いに行きます。5年不离难ですよ。耶、yeah. ！那我们两个人买相机之前呢，现在吃午餐，然后吃完午餐之后呢，要去看《航海王》的电影。看完《航海王》的电影之后，再去买相机。とりあえずご飯が超楽しみです。寿司とらすよ。寿司とら食べたい。又来吃我们两个最爱的寿司虎。他们这个平板的画面好像变大了。那讲到寿司虎的特色呢，当然就是他们有两种酱油可以供选择。ブちゃんめちゃうれしそう。やっぱりこのね米の色が美味しそうなんだよな。我们文丹的アナゴ。いや本当アナゴ大好きなんだよね。本当美味しい。我的宝贝萨摩，いただきます。好吃吗？超好吃。然后是深海老哦，他们寿司真的好好吃。如果大家都来东京的话，很推荐你们来吃寿司啊，真的很好吃，大推。虽然他们的价格真的比较贵一点点，但是我觉得非常的值得，食材非常新鲜之外，你看他们特别的红醋饭，推荐。これがね、め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いんだよ。やっぱりね、九州のなんか食はめっちゃ合うわ俺。南の方が合うんだろうね。台湾とか九州とか。もう文丹第一次点这个组合。なんか綺麗だね。今さ全部炙りだからさ、醤油一回もつけてないね。看我点的这个虾子上面有海胆，豪華だね。美味しそう。濃縮熟成生エビ、エビ塩、ウニと黄身醤油の絶品マリアージュ。なんかカンペ読んでたでしょ。そうカンペ読んでた。いただきます。匂い。匂い方独特。独特加盐和最主要，其实吃到的都全部都是食材的新鲜度，超好吃。芥末有一点呛呛辣辣的感觉，再搭配那个海胆，超好吃。妈妈也比是很好吃，但它这个更上一层楼，好吃，超赞。跟文当现在来逛一下家店。ラーメンクラかっこいいね。这里都是红酒柜。おしゃれだね。ね。哇，这个茶具组好可爱哦！这边可以放茶，这边可以放一块蛋糕，好 Q 哦！お嬢様呀，ねえ、可愛い本当に。今天的我跟文丹，嗯，ショッピング楽しいな。楽しいね。あれ、ルーちゃん。な、チョコレートついてるよ。チョコレート。チョコ、不是。哦，完了，这是巧克力啊！那我跟文丹现在要去看《航海王》的电影了，耶！先放那我跟文丹是在网络上先订好票，他们现在在网络上订好票，就可以直接拿 QR code 进场，就不用像以前一样还要先去拿票，超方便的。我们现在已经看完《航海王》的电影，要去买相机了。我们今天来到的是这一家。小島跟ビッグカメラ。一番の時からね、お世話になってる小島さんとビッグカメラさん、行ってみましょう。这一台是我们特别想要来看相机 ，Sony ZV-1。ルーちゃんちょっと使ってみます。今ルーちゃん他のもの見てます。我们现在看的这里是 Canon。
可是我记得他们有名的好像是照相。现在文章也请店员让我们试用一些相机来实际看看操作上的感觉，蛮感谢文章每次这样帮我跟店员交涉了。现在对方帮我们查相机有什么存货，我们现在这台相机真的对焦超容易乱掉的。我们现在已经决定好要买的相机了，现在坐在柜台这里等店员去拿给我们。カメラとあとレンズをね買うことになります。对，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这台相机也可以继续用，就有两台，超开心。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可愛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们现在回家前来吃晚餐。回家。因为最近吃比较多中式料理，所以我们想说现在来吃一下意式餐厅。我们文堂在拍照，很可爱。他最近超喜欢拍照的。买到新相机，开心吗？开心。那你聞いたの分かる？カメラ買えて嬉しいの？すごいね、本当に。どうやって分かったの？なんとなくね。さすが。他们这里的虾子超弹的，我们之前有来这里吃过。やっぱ揚げ虾美味しいね。この麺はね、高さがちょうど良くて美味しいですよ。它的明太子奶油超香，好吃的酱。美味しい。你也觉得好吃？なんかちょっとプチプチしたのも入ってるよね。美味しいです。Hello， 大家，那我现在已经回家了。那我这次是买了一个相机，再加上一个镜头。那相机的话是新相机，是这一台 Sony 的 ZV-1。镜头是我现在用的相机的同个镜头，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我现在用的相机的这个镜头，但是因为它可能被我摔过太多次，它越来越难对焦，又变得不清楚，所以想说就买一个一模一样的镜头。那因为它现在是没有现货的，所以会过几天之后才会送到我们家。但是相机是有现货的，所以我们就先带回家了。那为什么会买这台相机呢？是因为我朋友跟我说，就这台相机呢非常适合拿来拍 YouTube， 尤其是商品介绍跟 Vlog， 因为它这一台除了有美机功能之外，还有商品介绍功能。超酷，就是它对焦超快，就我朋友跟我说这台非常好用，所以他推荐我买，而且它这一台价钱也不贵，然后它的画素也比我现在用的这一台相机还要高，所以我也觉得还不错。然后它的价钱呢也还蛮便宜的，差不多是日币10万出头而已。那我觉得它真的很划算的是，大家看它有附一台相机，还有附脚架，然后脚架上面是有按钮的，可以拉近拉远，可以录影跟拍照，然后还有两个电池。那把它拆开给大家看，首先呢，拆开这里有两个电池，噔噔，是相机的本体。那这台相机，我个人觉得它有个很棒的地方，就是它的机体非常的小。因为我们现在用的这台相机呢，它还蛮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常出去拍摄的时候会很重。所以像这台小小的，感觉蛮方便携带的，在拍影片的时候也不会那么害羞。过了5、6年，科技进化的好快，现在这么小一台相机的画素比我现在这台还要更高。它的本体只有这样，然后大家看它又轻薄。它的萤幕是往右边看的，跟我现在这台相机一样。我刚开始拍片的时候呢，有用过是往上翻的相机，就发现这样拍影片的时候就一直往上面看，比较不自然。所以呢，我自己在买相机的时候就是要买这种是横向拍摄的，比较好拍。那我个人还有觉得它有一个很棒的一点是，等等，它居然有附防风麦克风。因为我现在这台相机很大的关系，如果要装个麦克风的话，就看起来很明显就是我们在拍摄节目，然后文章就会觉得有点害羞。所以我们两个其实拍摄一直都是没有用麦克风的，就是感谢这台相机，它。真的收音非常的清楚，但是我们只要去一些户外拍摄或者在海上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风声，到最后就会收音很不清楚，所以就还蛮困扰。大家看它的包装图片，麦克风就是这样小小的一个，不会那么高调，就还蛮适合害羞的我和文章。那接下来我也会用这一台新伙伴继续拍影片跟大家做介绍。之前我朋友听到我没有用麦克风，他真的吓一跳，说哈，你居然没有用麦克风，可是你的声音都收得超清楚的。所以我真的是感谢我现在用的这一台是 Lumix 的 G8。那在最早期的时候呢，有另外一台相机，它就是比较偏美颜的，所以它的颜色会比较偏蓝白。大家可以看以前的影片，有一些真的是我现在看会觉得天哪，这什么怪色调？真的是这一台相机解救了我。所以我买了新相机呢，我还是会继续让这台相机陪着我，帮他买个新的镜头。然后有两台相机的话呢，可以一台像这样子现在来拍介绍东西的时候呢，可以同时录影，直接拿给旁边的相机看。这样子的话，大家就可以看到两边的视角，我们觉得在视觉上也会丰富很多。
真的谢谢大家一直陪伴我们到现在，不管是路过还是一直陪伴我们的人，还是有离开再回来的人，都很谢谢大家透过网络在这个小小的频道跟我相遇。接下来呢，也希望可以继续陪伴大家每一天，也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那这支影片差不多就到这里，因为我们文章他要跟他朋友讲电话，他现在在外面等，等我拍完这支影片，他就要去跟朋友讲电话了。那我们就谢谢大家，下次影片再见，拜拜。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